左边有需要画面的朋友也可以稍微挥手一下哦。OK， 好，那当然在这个待会后续的这个环节继续之前呢，还是要来先问一下亚洲统神，这个算是在事件风波之后第一次在媒体面前算是公开亮相嘛，现在心情怎么样？没有怎么样，这个你要怎么样的心情？不是，我只是说会不会例如说可能有点紧张啊，或者说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很久没跟大家见面的这样？不会啊，我唯物天理公义啊，第一个是我缺钱啊，第二个是我看到我不爽的人我就想扁他。你去年的另外敌人Toys 领的酬劳是以加密货币的方式领取，那你也可以接受用加密货币的方式领取你的酬劳吗？啊，加密货币，虚拟货币，现在我知道虚拟货币，我这样子比较有信任的虚拟货币只有比特币而已，其他我都没有follow呢。现在还有什么币？还有一些以太币或是一些稳定币之类的，你可以接受用这种方式领取酬劳吗？我只能接受比特币，因为我知道那个有价值，其他的我都不行。好，谢谢统神。